这叫什么鱼啊？我东伯雪鹰烤的鱼当然是鳕鱼了。都说了215次了，你是在质疑本少爷吗？不，没有。少爷，依我看，您自己在这儿埋头研究不是个办法，得找一高人指点，这样肯定能更快的飞起来。是，高人指点啊。哇，哎，姐，你这要去哪儿游山玩水啊？带我一个呗。本小姐这一次可是去修行。我要去考长风学院了。你，长风学院？你是在开玩笑吗？我看你小子在笑，在笑。对，不过爹是怎么同意的？我跟爹说啊，我要出去给他找一个好女婿。你胆子真大。我说长风学院里啊，那都是龙山国最优秀的青年才俊，而且啊，武功那都是龙山国的佼佼者，尤其是那个东伯雪鹰。你刚才说长风学院里都是龙山国武功最强的人？那当然，长风骑士池秋白他可是会亲自授课教导弟子的。等我一下。哎，同浩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也要去长风学院。一路小心，预祝你们顺利通过长风学院的考核。放心吧，师尊。感谢司空观主的招待，雪鹰告辞。姐，怎么还不进去啊？我们到底在等什么呀？哎呀，终于到了！我倒要看看长风学院，据说进去了再出来就是超凡，有这么厉害吗？妹妹，
离考试时间还早，别在这站着累了脚，不如到我马车上歇息一会儿。哎，你谁啊？离我姐远点。我又没干什么。不好意思，设弟比较顽劣，我这就带他走。长风学院不比其他地方，考试非常重要，你待会儿跟着我，切莫大意。好了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哥，糟了，我没带好看的头花，我得先去买一个头花。弟弟，过会儿要是东伯雪鹰来了，你记得一定要马上去喊我啊。你去哪儿？哎，姐，这不是，我都不知道东伯雪鹰长什么样子。学姐，随便看看。太小了。小姐，要不您再试试这个？您真是太有眼光了。就要这只了，给，谢谢。来瞧瞧看看啦！我要这个小鸭子。乖，可是我们没有钱，娘回家给你做一只布偶小鸭子，好不好？我就要。小妹妹，你想要哪个？姐姐买给你。想要小鸭子。小鸭子，好。这怎么行啊？没事没事。老板，这个怎么办？哟，这位姑娘，哎，您请看，我这些物件呢不卖，只要您答对了这里的题目，就可以把相应的奖品带回家。那你就出题吧。哈哈，姑娘莫急，想要答题得花100铜钱购买答题券。真是无奸不商，比我爹还会做生意。好，那我就把你这答题券买了。姑娘请听题，100个和尚和100个馒头，大和尚一人吃3个馒头，小和尚3人吃1个馒头，刚好把100个馒头分完。请问，大和尚和小和尚各自有多少人？总共是25个大和尚和75个小和尚。哎呀，不可思议，真是聪明伶俐。拿你的奖品，赶走。明明是这个，这样，我说这个就这个。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？再不走，就别想走了。你，哎，站住！小班，大家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大家饶命啊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跟你说呢，愿赌服输啊，你答应给人家这个东西的。哦，大侠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，我都听你的啊。给你，谢谢。小妹妹，这个送给你。谢谢姐姐，要听你娘亲的话哦。和姐姐说再见。姐姐再见。姐姐，谢谢你刚才的帮忙啊，你这招还挺特别的。哦，没有，我小时候我爹总打我，然后我爹打我的时候，我娘就对我喊快跑啊，跑多了我就练出来了。哎，我头花呢？头花？什么头花？一定是刚刚人群挤过来的时候把我头花挤没了。哎，你用你那张，快帮我找找。好，我。哎呦，不行啊，这位姑娘，我着急有事儿，我得去考长风学院了。长风学院，我也要考，一起去。真的假的？嗯。那快走吧，来不及了。我，姐，雪鹰哥哥，你来了。你也在。嗯，原来你就是东伯雪鹰。自从上次雪狮城堡见过之后，雪鹰哥哥，
你和他们都认识啊？嗯。考试来不及了，快走吧。长风学院考试现在正式开始，考试内容为通过此门进入彼门，通过彼门者即可成为长风学院的弟子。谭石老师，你说了半天，这此门彼门的到底在哪儿啊？此门就在这里，至于彼门在哪里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。虽然这通道看似普通，但是一定暗藏着玄机。我也这么认为，长风学院的考试不会这么简单，我们还是小心为妙。别急，先看看情况。天下武功啊，唯快不破，不就是一个门吗？等过了这道门，我就是长风学院的弟子了。看着啊。我怎么还在这儿？再来。咱们用智慧，喏，看我的飞行贴。浩儿，小心点！这不很简单吗？哦！浩儿，没事吧？你们所见的这条通道不是你们眼见的这么容易，更厉害的还在后面，若是无法克服自己的弱点，便无法通过考核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考了38年，不是这么容易的。哎，没事儿，跟着走吧。孔家账本了，爹竟然同意我做生意了。
这长风学院就是好，这考核是怕你饿着，准备这么多好吃的。长风学院的吗？雪鹰哥哥要来长风学院，我要去找雪鹰哥哥。我怎么坐在这看账本了呢？哼，幻觉！这也行。孔浩这傻小子，肯定又是在想他的法术贴成功了。爹说了，让你掌管孔家生意。不！醒醒！你还啃呢？你看看都啃成什么样了！我刚才凤爪、猪蹄都是。这就被淘汰了。走走吧，雪鹰，你看，钱那边还有坤、离、艮，这些都是方位。我明白了，只要战胜梦魇，就会有新的文字。如果摸清这些文字的规律，或许就能破解阵法。快，我们先把所有人叫醒。再来一个。真粗鲁。醒醒醒醒。真香。醒醒醒醒。无聊。这怎么是个梦啊？这也太真实了吧。司徒红，醒醒醒醒。你既已投奔我司家，就要努力修炼。我们司家从来不养废物。这样下去他会没命的，我来想办法。我一定要成为长风学院第一名。这些都是梦，不是真的。多谢。不客气。大家往后退。小心。
我还来。雪鹰哥哥，你看，这些文字看似杂乱快速的移动，但实际上每行的横竖加减都是七。你看，中间位置，无论文字怎么移动，都会形成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。想必只要我们朝着这个北斗七星走去，就一定能到达鼻门。我试试。等一下，北斗七星各自的名字分别是天枢、天璇、天机、天权、月恒、开阳、瑶光。七星各有属性，天枢为七星枢纽，天璇掌旋转，天机主宰变动，天权掌权衡，月恒则是横平轻重，开阳是开阳气，瑶光乃光芒之意。这七颗星中，天璇、天机旋转变动最难控制，恐有危险，落地时尽量不要落在这两颗星的位置。要不这回你先试试。我来。斗柄东指，瑶光最西，天璇天机落在最下。枢为天，璇为地，机为人，权为时，恒为阴，开阳为绿，瑶光为星。这七颗星中，月恒最亮，天权最暗。只要根据亮度找到这两颗星的位置，再根据斗柄指向判断出不同方位。恭喜各位通过了长风学院的考试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还不快拜见你们的院长长风骑士。拜见院长。你们都是未来龙山国的守护者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努力修行，守住本心，团结一心，守护龙山国，守护下风。是是。这是兰竹院，也就是你们的寝室，进去看看吧。这住宿条件也太简陋了吧，比我们家厨房还朴素。这里不比你在家的条件，来到这里主要是为了休息，提高武功本领。是长风院长，我住这儿没问题。那个小型练武场就是你们日后练武的地方，其他地方没有我的允许不可乱闯。就这还不够我施展身手呢。好了，收拾妥当就早点休息吧。我住在后面一排厢房的最西边，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我就是想打听一下女弟子都住在哪儿啊。干嘛，有什么好笑？那我想找一个超凡做老婆，我当然得知道我老婆住在哪儿了。我看你啊，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。不肉。女弟子住在隔壁的百花阁，日后会一起上课，自然能见到。都早点休息吧。恭送长风院长。忙了一天累死了，这床也太硬了吧，怎么睡啊哥？不要如此挑剔，出门在外不比在家里，凑合凑合吧。你倒是能凑合，我们还得在这忍受三年呢。我们在家睡那可是金丝楠木的大床，那绫罗绸缎缝的软和棉絮多舒服啊。你们睡过那么舒服的床吗？我知道我知道啊，就像躺在云上一样，把胡
浑身的法力全部给消散了。行了行了，别云里雾里了，面对现实吧。啊，各位，我和舍弟来自南秦司府，日后就是同门了，还请各位多多照顾。多照顾多照顾啊。思家，我知道，就是前些日子镇守神魔井出了岔子，让恶魔进了龙山国的思家吗？听闻思家在南秦戍守期间结合地势优化了思家的武功体系，使其更灵动飘逸，有机会我真想见识一下。欢迎随时来切磋，更欢迎各位随时来南秦思家做客。抱歉啊，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看你就是诚心的。不容。哎，我对思家早有耳闻，今日一见，两位确实气度不凡呐。司徒兄你好，我是沂水城孔家的，早就听闻您武功高强，以后还请多多指教。不必如此客气，孔家兵器库名声在外，在下早有耳闻，这次能够成为同门，实属三生有幸。哎，你叫东伯雪鹰，我叫蒲阳波，刚才谢谢你啊。你没行李吗？哦，我没什么行李，我从小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潇洒惯了。况且这儿吃喝用度什么都有，我也不需要什么呀，我没那么讲究。你是不讲究，你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呢？你那衣服多久没洗了，臭死了。嗯，臭吗？我觉得挺好的，挺香的，要不然你来闻闻我吧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别过来，哎，臭死了。静秋，你和东伯雪鹰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不久前。不久前是多久？一个月前？一年前？记不清了。幽月姑娘，明日还要修炼，早点休息吧。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故作高冷，人和法术一样冷冰冰。过来看一下新的室友，这长风学院多无聊啊！你们很快就会想念我的。他每年都要来这么一出，这么多年还没玩腻呢。吓死我了！他是谁啊？这位是兰心师姐，之前一直通不过考核，所以一直在长风学院修炼。今年应该是。第七年了，七年了，这么长时间，这大好的青春他全都浪费在长风学院练武功啊。对啊，所以他对长风学院是了如指掌，同时也爱恨交加，他最喜欢欺负新来的弟子了，你们可千万不要招惹他。哎，我绝不招惹他。走吧。嗯，刚刚谢谢你啊，没事。他也是个武疯子，周围人越强，越能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。强者恒强，只有自己更强，才更有可能打败莫迎尘。静秋。
看着倒也没那么不顺眼，虽然没我漂亮，但武功高强，倒是可以保护我。不对不对，他和东坡雪鹰，就算他刚刚帮了我一下，那他跟雪鹰的关系也有些暧昧不清。哎呦，真晦气！老师好。从今天开始，由我和谭石老师教授大家基础课程。什么是基础课程？基础课程就是为了你们今后的学习，提供一些基础理念与基础知识的课程。请问什么时候才能修行更高级的法术课程？等你们真正掌握了基础课程，会按照修炼门类的不同，去提升高阶的法术技巧和斗气运用。不同颜色的晶石相融合，会有不同的功效。例如粉白水晶相融合，它可以治愈伤口，帮助恢复。哇，好神奇啊！那这个红的和绿的结合会出现什么呀？你可以试试。粉白晶石是两种最初级的晶石，对于能量越高的晶石，要想将其控制并融合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，你们还是从初级的开始练吧。这有什么难的呀，大家看我的。这看似简单，但最能锻炼你们的自然控制力，无论是骑士还是法师，武功的根基要打牢，只有根基牢靠，才能枝繁叶茂，硕果累累。于静秋，给大家做个示范。这能不能变出来吃的呀？哇！哇！真的假的？真的是鱼啊？可以吃的吗？这叫什么鱼？我东伯雪鹰烤的鱼当然是鳕鱼了。好了，大家以于静秋为榜样，多加练习。是是是。心意枪法是基础，武学是根基，万变不离其宗。师父说的没错。师傅，做得很好。这节课在于精准地掌握斗气，做到稳准狠。虽然你掌握了基本法的奥义，但是练功的时候不许分心。是，师傅。静秋。师叔。在水源道观我长你一辈。进了长风学院，你跟大家一样叫我师父吧。是师父。哎，都让开让开，看着点啊，小心一点小心一点。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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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师父，我没控制住。你速度很快，
要学会控制。你们继续练吧。是。剑体相传，立在心间。哥，你说干嘛把我们分给灭绝师太啊？我看到他那张脸，我就不想练。这长风学院教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嘛。你说是不是这院长有什么独门绝技？就像他那招时空切割真意，他想自己私藏，不想交给我们。哎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多废话，好好训练。以你现在的水平，就算教给你再高深的法术，你也根本学不会。怎么学不会？我虽然不如你吧，但是比什么蒲阳波、孔浩、墨竹强多了吧？跟那几个小妖做徒弟，我都觉得害臊。你说现在这些东西我们早就学会了，你还练这么认真干嘛呀？你什么你？四伯荣。啊。老师好，老师有什么吩咐？把刚刚所学展示一遍。是，遵命。报告，谭石老师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既然你展示的这么好，那我们就奖励你。保持微笑，三个。上课偷懒，一点都不严肃。既然你那么爱笑，今天让你笑个够。你们谁想像他一样，现在就站出来。还是我聪明，从家里偷偷运来这些美食，经过我的二次加工，色香味俱全，雪鹰哥哥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。啊，这谭氏师傅心也太狠了，比石头还硬。哎呀，你以后啊，你躲着点他，少招惹他嘛。我为什么要躲着他？我干嘛怕他呀？哎，我给你揉揉。哎，揉揉揉。走开走开。试试我这个舒缓贴，看看有没有效果。啊，怎么样？来一场。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效果？有什么啊你这东西。别着急，再来一场。什么东西？拿开拿开！人不都说打人不打脸吗？你犯了多大的错，脸被人给收拾了？不要你，我来说，伯荣把谭石师傅给惹怒了，谭石师傅惩罚他小三个时辰，嘴角给笑歪了。这惩罚这么特别吗？来，伯荣兄，我看看啊，看看。什么意思啊你？你先冷静，学我，你先冷静，你看不打你，我站着，我忍不了啊！你别跑，追不上我，小心。幽月姑娘，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幽月姑娘，今天又带什么好吃的了？雪鹰哥哥呢？雪鹰哥哥还没回来，他可能在练武场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幽月姑娘，别那么着急走嘛。感情你这东西是送给东伯雪鹰一个人的？一般拦路的不是地痞，就是阎王。敢问你是哪位啊？我是想跟你多说两句话嘛。喂，我说啊，你还是不要招惹我姐的好啊。我在这长风学院谁也不能招惹，老师不行，同学还不行。啊，得是。这个孔幽月有点意思，性格像小辣椒一样，不过我喜欢。
我陪你练两招。好。枪不止在你手中，更在你心中。其实你应该试试，不要去想感觉，把注意力集中在此刻身体的感受。忘掉口诀果然能收放自如。不要被口诀束缚了，跟随你的心意去出枪，这样才能做到枪人合一，才能发挥出枪最大的威力。多谢司徒兄指点。指点谈不上，我从小习武，有些东西比你悟得更早一些罢了。是，你能分享这宝贵的经验给我，我已经十分感激了。我只是不希望有些人因为练武错失了晚饭。濮阳波让我给你的。他怎么没来？他说人吃饱饭应该赶紧睡觉。是他的作风。你吃的还挺快。早点吃完继续练。来呗。不练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君子一世寒窗，昔日言欢少年儿郎，前尘一直流光，云何念念不忘，一盘棋一壶酒一声唱，煮酒论茶眉目疏朗，云深不知问心可方，梦里煮酒论茶，千山外不见故乡，旧城里陈年世界长望，望将月光点亮烛光，不言锋芒，叹人间不忘，俗世偏爱尘世无常，且行从容，叹古人无恙，记忆中描摹你的目光，木屑徐绿拂袖落满霜，风过楚山河安康，愿与君共赏，望将星光藏尽时光，不与相望，天涯也无妨，俗人偏爱贪欢酣畅，渐行渐远杯酒天使酣，记忆中描摹你的目光，暮雪几缕拂袖落满霜，风过楚山河安康，愿与君此行。